紫路是那个尼姑，听说长得非常漂亮，女法人在法国留学的，然后后来到法，她从小就喜欢佛法，然后法国留学回来之后就学法为尼，潜心研究佛法，在紫路寺出家，非常有气质，非常漂亮，你看到？小的表面地主人啊，你以为汉人惊为天人，下了坡那个就快去了，这片的啊，花都没有站到我的，对，我的目标就是搞一个老房子，做个像这种，我也没有在红色里面搞的，现在在装修，那个房子花了两百多万买的，然后装修要花差不多要花100多万，总共300多万，漂亮，8个房间，应该是很漂亮，村子里面。装修一遍，因为那里面很多的过结构东西几乎是没用来的，重新再要重新买东西，你就是一个外壳，买房就买个外壳，里面都全部重新。小心，往前开呗，看前面有什么厕所。来，各位，你们去上洗手间，我去帮各位买门票啊。来，各位准备一下。好看。在这里哈。知道。20分。